可怜的流浪猫被坏人用铁环死死捆住肚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猫咪的身体越长越大，而铁环却越勒越紧，导致猫咪每次大小便时都疼痛难忍。每次疼痛时都会下意识用嘴巴去尝试咬断铁环，但是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。有一个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，便直接用铁笼强行将猫咪带去医院救治。当医生成功取下捆在猫咪身上的铁环，众人看到伤口时眼泪都直接流了下来，伤口已经溃烂流脓，有些皮肤甚至还出现坏死的状态，让人很难想象这只流浪猫是如何坚持活下来的。在这里呼吁下大家，如果遇到流浪动物的话，尽量帮助一下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也请不要伤害它，因为它们为了活下来真的很不容易。看完后你对这是怎么看？欢迎